给你们看看啊，这小孩多么的着急拆快递，回来非要拆这个。这是啥呀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是装不知道？那给我吧，来给我。是洗脸的。这个叫发箍啊，我为啥给你买知道不？不知道。因为涵涵，我给他买了个洗脸的，之前一直不用，因为他脸上起小疙瘩了。我给你们细看一下啊，来，看，好好的，这样细看的话，脸上有一些小颗粒，就是清洁不干净。涵涵洗脸就是一分钟都不到的事儿，这回能好好洗脸吧？还不能？那拿来没收，打开看看吧。我俩一人一个的啊。不行。都给你啊，咱一人一个的，为啥都给你啊？哎呦，大家看看戴啥样？对，先套头上， Hello. 套到脖子这儿，都扣过来，然后给刘海撸上去。哎，对，哎，就是这样人用的。这啥玩意？这谁家鹿崽子？大猪。这是涵涵选的粉色的小猫耳朵，看你戴这粉色咋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快点戴吧你，来，这涵涵这刘海都翘起来了。还觉得涵涵这两个哪个好看点？你应该给哪个？给你小猫耳朵吧。给涵涵买了一个樱花泡沫的，也不知道好不好使，买回来还没用呢，就不愿意用。小涵涵，恭喜！大姑，我给你都买回来了，现在去洗脸吧。对，我应该这样。一半戴它，一半戴它。哇，戴脖套子呀！你就走去洗脸去。走。打湿脸蛋儿。好了，脸打湿了啊、嗯！过来猫，这是一个大肥猫。好嘞。使劲摇晃，摇晃起来。嗯。你晃起来。这是个泡沫了，像花猫了。洗，好好搓。得要搓两分钟的时间啊！哎，好好的小涵，让淘气包呀啊！大胡子！哎呀，快点洗吧你！你看这下玩的，吹泡泡呢你！好好洗脸部四周围，好好都洗。不是你边洗脸边跳舞呢？这回满足你了，每天要好好的洗脸，听着没有？啊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谁像涵涵似的不愿意洗脸，天天的？你搓好了吗？看涵涵这个头发飞起来了，干啥摸个虾呢？哎呀，又戴这干嘛呀你？快走吧，咱俩快点出来吧，走。要是我戴刘海就会直。哎呀，可以。